经典中国香，地道十三香。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，今天呢又是和石万荣石大师来求教了啊！我今天预感特别好，好什么？我觉得我胃口会特别好，是吧？因为我看见了我爱吃的三样东西，排骨我爱吃吧？排骨爱吃，我也爱吃。海带我特别爱吃，我也爱吃海带。还有您准备的这个菇啊，其实我今儿就想给大家做一比较既解馋又营养的菜。太棒了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菜就是家常的，地道家里的菜，家常菜，排骨烧海带。对，排骨浓香四溢，海带酥软入味，再搭配口感绝佳的海鲜菇，这道经典的海带炖排骨营养丰富，解馋又滋补。制作这道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小肋排、海带、葱、姜，调料有老抽、白糖、鲜酱油等。首先味道好不好看原料，对吧？我们首先把这原料选好了，就这个排骨，选小肋排。小肋排其实搁千骨也成，也行。对对对，来，我们先焯。好的，焯就是用凉水吧。凉水，凉水。好的，好。排骨呢是凉水下锅了。大家知道，各种肉类都是凉水下锅啊。从低温到高温，把这个水气和脏物啊，大都给它逼出来，对吧？用这个热水下锅一下，它就封住了。对啊，它收紧了。对，嗯，啊，我们有些在外边做这菜，有的还要搁点什么，我看他搁点排骨酱、红烧酱、什么海鲜酱。海鲜酱，这没有必要。你做排骨，你做搁海鲜酱干嘛？他可能就觉得多点味儿吧。那不对，我们做这个要保持肉的原味儿，再加这个海带进去以后，对啊，海带要吃出肉味儿，肉要吃出海带味儿。哎，不，那不行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有些人拿那个海鲜酱颜色特别好啊，着色儿。我们传统炒糖色，炒糖色有一点好处，第一，它能煸出这个肉的腥味儿。第二，它上色特别漂亮。可是炒糖色在家里做难度有点大。我倒是干炒，特别简单。好吧，特别简单。老师教炒糖色，老总是说炒深红色，深红色它就糊了。我们在家就金黄色搁里一煸，因为它还经过加热呢，它慢慢它就红了。所以说家里不敢炒，就在这儿呢。对呀、搁不炒，搁老抽，搁酱油也行，但是一定要煸，把这排骨腥气煸出去。如果焯完以后我们就压，它肯定排骨吃了是腥的，还是有那种。我们家里有人做饭说：“哟，我们吃的排骨老是腥的。”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这个预制的过程，预制的过程特别重要。没有能把它的血水真的都释放出去。你看，慢慢它沫子出来了吧？出来了，对。对，就要紧透。过去你比如说我们焯排骨，一开锅就捞，现在我们尽量在家里头时间要长，冷水下锅时间长一点，这个很关键。切入也都特别关键。凡是现在的肉类，基本都是水气大腥气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做出美味佳肴来，就预制特别重要。第一步，把排骨冷水下锅，烧开后打去血沫，盛出备用。注意要在加热的同时不断的搅拌排骨，这能让其中的血水更加充分的释放。刚才您说了焯，如果是特别快的，那么捞一下就扔进那个高压锅的话，就会有腥气。那现在这个弄完了，就可以直接进高压锅了吗？我们切点料啊，好，一块煸。好，葱，不用拍啊。姜拍一拍，这拿点姜好，不浪费。好，蒜油，你看，有点大料。好，这就特别简单。要先炒制一下是吧？对。少量的油不要多了。下面这个步骤就是把焯好的排骨炒制。来，给我来点白糖。白糖。糖。糖色了是吗？对。炒点糖色。刚才石大师可说了啊，今天照他这样在家里就是比较容易的啊。对。大家都可以试啊。我再看一看，但是砂糖啊，家里最好用绵白糖。绵白糖。对。您刚才说，待会儿我们只要等到它的颜色变微红了，对，就可以下。这火不要冲啊，因为油温比较高，火一冲，它还没熬的这种糊化，它就糊了。就是这儿宁肯火弱着点，慢点，对不对？变色了。等会儿没变，也还是油色呢。我觉得。砂糖，你看来。
蘸着了，搁着啊。这就可以了。对。啊，这就可以了吗？对，你看，你看，上色了吗？上了，好奇怪呀、啊，刚才没觉得色上去了呀。这个，我们现在砂糖在家尽量用绵白糖。嗯。绵白糖呢，油要少，油一多呢，它有时候它不敢撩。嗯。它看不出色来。但是呢，有些时候排骨肥点油少点排骨又瘦呢，你油又少呢，它味不香。最后就是没有那个油脂感了，很快吃起来。你多搁点大料。大料，大料，大料。一块憋。还需要。行，好，香味出来了吧？嗯，突然就出来了。哎，我们把这个。我糖色这样就行了耶。对，不要炒太深了。炒糖色目的一个上色，一个去腥，嗯，提鲜，其实这个目的最大。本身还有那焦糖的香味儿。对。嗯，那还是比老抽强一点，对不对？老抽吃进也是糖色，加上点颜色，好，你看。嗯。哎，编的绷，编的绷皮儿，对。我想想，您是后来才把那个葱段和姜扔进去啊？对啊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在高压锅里头压制。压。嗯。碾了三年了吧？你看，嗯，它都裹上了吗？对，这水汽就差不多没了呢。红亮红亮的颜色也上来了。哎，我们倒酒，再进一步去腥。哎，酱油，哎，葱啊。嗯。对，这个时候酱油。放开水。这就开炖了，开烧了。对。嗯。对，不要太多。香蕉没过食材。对。提一点老抽，提一点少量。嗯。如果我们常来炒的话，也可以不搁老抽啊。真的就两滴啊。对，在家里头一般呢，都不怎么搁老抽。嗯。再来点酱油，所以酱油为主。好。你看，这个时候酱油就是为了调味了，跟上色没关系了。对，色儿已经上去了，转入高压锅。我等会儿你看啊。嗯。我们搁高压锅以后。嗯。我们再看看水。这水够吗？你看，这水没过排骨就行，千万别多喽。好，到时候让大家看看。叫将将没过。对。你看，将将没过。对，能看得出来。放入盐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放盐。对，行了。嗯。你看，我们下去以后调好口味儿。嗯。我们把海带，你看，大家都不明白，说为什么先放海带？我们海带跟排骨一块儿压，海带压的是酥的。嗯。一般的情况说，家里都是后放海带。对呀、啊。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但是那样海带就会咬起来比较。对。哦，在高压锅里压完了以后，海带是那种很软烂软烂的感觉， 对吧？好，对，正好15分钟，15分钟高压锅焖着。对。第二步，锅中放少许油和白糖来炒糖色，然后把排骨下锅翻炒，放酱油、老抽等调味后，加水烧开，倒入高压锅和海带一起煮至15分钟。注意，糖色能为排骨去腥提色，但是一不小心就容易炒过火，所以当糖浆颜色微红时下入排骨比较保险。好了，15分钟了。我们看看啊，放入气儿了，嘿、哎。这个汤汁搁的也太正好了吧。嗯、但是我觉得少了点儿、哦。还应该再多一点儿、因为咱们这个得搁点那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还有海鲜菇呢。对、啊。这直接就搁进去了。对啊。啊，就这样一烧就可以了。嗯。哎，我还以为这个蘑菇还要再怎样一下呢。排骨啊。啊、嗯。烧完这个，搁蘑菇也成，嗯、搁点腐竹也可以。啊对，哎，由南方段搁腐竹叫豆笋是吧？嗯，也好吃，哎、也好吃，也好吃，而且烧的时间可能也差不多就、啊。对对对，有的泡软了呢嘛。泡软。哎，说到泡，对了，嗯，石大师还得麻烦您给我们讲讲海带的事儿哈。哎、这海带很关键。嗯。海带刚刚您说了，在高压锅里一压，它就能变酥、哎。对。但是我们在市场上知道是可以买到这个超市的那种发好的海带，嗯、也可以买到市场上这种干海带。我们选哪个好？看你怎么吃了。你比如说。我们经常在外吃海带，嗯，饭馆都是鲜的，对啊，啊一拌就行了，凉拌的吗？凉拌的一般用鲜的，就买那种鲜的。对，你要炖肉是一般用干的。
那就是我们去选干海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看颜色特别深，或者上面有好多白霜，是就是哪种更好一点呢？挑海带一定要看它的质地，就是闻一闻啊，对，你看这种挑海带比较没什么特别的味，跟深浅没有什么关系，哦，跟颜色没关系，对，没有什么关系。明白了，主要是闻闻它没有异味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发海带是用温水还是凉水？温水，温水。搁在温水，然后发到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手感可以了就切。发开。一定要发开。不是你觉得？其实发开了就可以吃了，你看它厚了，你看。可以嚼的有口感了。就行了。对，不是说你觉得啊。今天我们这个炖排骨用的这个就是自己发。发好了海带啊，打成结儿。明白。那好夹呀，是吧？明白了。你看这个。我觉得您是故意的那个水，那汤刚才根本就是合适，因为那个菇下去它自己会出汤。对、啊。所以现在实际上水又多出来了。对、啊，因为我们如果说这个家里炖啊，随你，人有可能还搁点白菜呢。对。排骨粉丝对，搁豆腐呢，所以你要汤多点，是吧？有一种想吃晚饭的感觉。排骨炖海带其实也可以炖白汤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炖红烧的。对，很多微汤呢都是属于白色的。对，要喝汤也会好喝。排骨炖莲藕啊，排骨炖海带也可以用白汤的。对，这我们一般南方全是白汤的，它是一个煲汤形式。我们北方都想吃味浓的啊。如果是要留汤的，在做法上有什么特别的地儿跟刚才不一样？留汤的是白汤的东西就不搁大料。它肯定不炒糖色，但是它也煸，拿油煸。明白。煸完以后搁点葱姜压。我跟海带一块压，出来特别香。所以一搁大料，它就肉味炖红烧味比较浓了。那就白汤，它唯一需要的就是，比如葱姜蒜还得用。对。一点点盐就够了。对对对对。看样子是行了。就是看您的样子，我觉得太行了。好，熟了你啊。好了。海带它也出一部分粘度。它自然收汁了。蘑菇也收一份粘度，那就是我们最后这个菜带的汤汁儿，略带汤汁儿，对，带底汁儿在盘底儿哈。对，其实汤多点也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也没关系。哎呀，好棒啊！你看，海带炖排骨，营养丰富，美味滋补，您也来试试吧。第一步，把排骨冷水下锅，烧开后打去血沫，盛出备用。第二步，炒糖色。当糖浆微红时候，把排骨下锅翻炒，调味后加水烧开，倒入高压锅和海带一起煮至15分钟。第三步，把压好的排骨倒入锅中，放入海鲜菇继续炖制，当蘑菇变软，锅底略有鱼汁的时候即可出锅。谁看到这么一盘菜会不动心呢？我就不信，回家好好学着做吧。关于海带，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说想需要给大家做海带，因为海带的营养特别好，对，而且里面含有好多微量元素是人体特别需要的。但是海带有时候就这个做法上大家觉得没什么变化，所以今天呢，除了做一道非常家常的海带烧排骨之外，一会儿再做一锦囊。石大师今天还有一个更好吃的，就是就海带来说更好吃，就是最传统的最好吃的，特别酥特别香，酥海带，卤烧酥海带。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道小菜看起来并不起眼，但经过焖制的海带酥软入味，回味悠长，最关键的是做起来非常简单。需要准备的原料就是海带丝，调料有花椒油、鲜酱油、红油、糖、白米醋等。第一步，把发好的海带丝下锅焯制，等开锅后捞出控水备用。油焖海带丝味道是否正宗，这第二步的调味是关键，比例您可得记好了。在一斤海带中放入一两酱油、一两白米醋、一勺白糖、一勺红油，然后在锅中放少量水，把调料拌匀后开中火加盖焖制15分钟。第三步，开盖后改大火收汁，当锅底还有少量鱼汁的时候撒少许芝麻装饰，关火晾凉后就可以装盘上桌了。